这批修水锦湖尊二的山椒鱼，它的成名作了，把人性刻画到极点了。这只青蛙本来和这只山椒有没有关系啊，就在我游那个蛙式的时候，游不小心大胆吸进，就游进那个洞里面了。啊，这只山椒鱼本来和这只青蛙啊，不上面逮起，青蛙有青蛙的日子，它有它的日子，但是呢，山椒鱼就自怨自哀，这个神惩罚我呢，我马改找他啊，上帝啊，你惩罚我，我就惩罚这只青蛙了，要不然我要惩罚谁？我现在头变那么大，这本钢蛙没得吹啊，几世人都没可能够吹啊，没办法弄，我就虐待他我才高兴啊。哎，台湾现在处境被中国糟蹋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依然没糟蹋，那你没爽吗？台湾人上讨厌的讲，咱给人糟蹋就已经足艰苦啊，你来保这两个啊，你过来给人糟蹋，我对你有恩呢，怎么变成这个糟蹋蛋呢？但是呢，三教又讲，我都不爱帮你吹了。青蛙讲，我都卖吹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这本坑遮大呀、啊，我伫本坑内面跳来跳去啊。好啊，我会当住到本坑内面啊，两年三年，我总是有机会。等你困去啊，我就跳出去啊。三教又讲，我才无去困去呢，我头壳甲你坑来塌落掉咧，你卖哪出去？青蛙讲：“你做你塌啦，你环境你无希望啊！你头家才大了，永远无得出去啊！我都等你困去，我才出去啊！啊，两个人逐天相骂啊，骂一天，你无得出去啦！”青蛙讲：“我也不在乎啦，无办咯。”三脚鱼讲：“你无得出去啦！”青蛙讲：“我都无得出去，无办咯。”青蛙讲：“这内面本坑内面各个蠓啊，还有一些蜘蛛啊，我可以吃这些过活啊。”无好出去，无要紧啊，我嘛过得较好啊。我无好你出去啦，伊讲我无出去，无变咯。三脚就去，你是傻瓜啦！你不知道你死定了，你出不去了吗？青蛙说：“你才死定了嘞！你头那么大，怎么出去？”打刚青蛙跟三脚有的学没？每天都要骂一两百遍呢、啊。你哪怕九二公司，我就怕回头。青蛙说：“你怕，你怕，怕你我怕。”怕我嘛唔惊，你哪怕就我工作我都怕回头啊！你怕你怕，你我可能怕倒去啊！这个山椒鱼跟青蛙，逐天在相骂，骂到这个话呢，已经重复了两年了。两年过去了以后呢，河里面的水慢慢的涨起来了，也变温暖了。青蛙还在那边笑，他说：“你头那么大，你还是出不去吧。”三脚鱼说：“我不出，出不去，你也别想出去啊！我头把你塞住了，你是出不去了。”青蛙说：“我就在这里呢，没关系啦。”三脚鱼说：“你别想出去了，够了。”结果这两个，一个三脚鱼和一只青蛙，两个人在那边斗来斗去，斗来斗去。有一天，三脚鱼来讲啊：“啊，你看看，一年又过去了啦，春天又来了，你还是出不去吧？”诶，山洞里那个青蛙不回答了啦，青蛙啊不回答。诶，青蛙是不是趁着我睡着的时候溜出去了啊？那我死了啊，我没朋友啊，连朋友嘛没啊。青蛙你得讲一声。青蛙讲，青蛙没回答啊。山脚鱼讲：“哇，我悲哀啊，好不容易这两年来哦，有一只青蛙给我踢到这里，给我逐天糟蹋啊，我日子才过了会当过啊，无我准备忧郁，准备翘伊啊！嚯，这青蛙绝对袂使死啊！伊若死，我都无人相骂啊！伊若死呢，我都无朋友啊！青蛙，无声音啊！三脚鱼讲：“青蛙，恁都应一声诶！”才听到足细只讲：“我伫遮啦，无你变做啦。”伊讲：“无啦，讲话一日啦。”我无声通讲话啊啦！三脚鱼讲：“啊，为什么你无声啦？我足久唔爱食物件啦。”三脚鱼讲：“啊，你咖啡你要啉无？我阁介绍投诉咖啡，我才有啦，互你啉有敢无？啉咖啡嘛无多啦，无多。
阿孟仔讲话一个，我嘛强要死啊，等一下都死啊，死啊是要讲吗？三舅讲，好啦，我让你出去啦，我无得叮当啊，是要哪出去？无啦，你出去啦，你出去啦，我以前唔对啦，甲你死咧啦，无多啦，无得叮当啊啦。顶就死啊呢，三舅又讲，你冇真正死去呢？无死啊，我问一下，你冇真正死去呢？无死啊，青蛙青蛙，无死啊。青蛙你冇死去呢？无死啊。三脚鱼都烤起来了，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青蛙，现在我唔对了，我家己唔对，头壳用啊只大粒夹啊，我都出去啊，我害死你，啊害死你的！恁两个人，我两个人本来都无冤仇，我哪安尼受未亏都甲你糟蹋呢？无人回答，上帝啊，你未使原谅我吗？上帝也无爱回答。在饭坑内面，敢那听到三只在呜呜呜，安尼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到今日为止呢，三只鱼嘛搁在哭啊，伊头壳才大了，无得出去啊，逐天在哭，连青蛙嘛无爱插伊，青蛙都已经死去，糟蹋死去啊，人生上悲哀的三只鱼在哭啊，哭敢有路用？哭敢有路用？上帝讲啊，恁家己做家己的业，你家己爱受。你家己要安尼，佫爱糟蹋人，会当怪我讲世间无上帝嘛？小说底下讲啊煞，这篇小说轰动的小说的，是井浦尊二的出名作品，是讲一只三角鱼、加只虾啊、加只青蛙的故事。算到在日本人的中学生的课本里面，日本人的学生自细汉都受到这个文学的教育，自这个教育里面嘛，培养家己的人格。你家己若不行，你家己做的唔对的代志，你将你家己做的唔对的代志，过来糟蹋人，过来糟蹋别人，最后是你家己糟蹋到家己啦，你糟蹋到啥物人？是不是安尼？教育家己的囝儿是你的责任嘛？你无好好教育伊啊，将来伊糟蹋别人。你搁咧想糟蹋别人不要紧啊？到最后你老啊，伊倒转来甲你糟蹋啦。世间就是安尼嘛。花哥，这小说暂时讲到这。啊，若对这嘉宾有趣味的，0983468356，0983468356，会当啉嘉宾的情，好好享受呢。卖蛋加这个青蛙讲，无法度啦，无法度正啦，咖啡无法度都啉啊啦，无法度啦，强要惊伊啊啦，无法度啦，安尼时阵就艰苦了。多谢你有时间，明仔日感谢时间，再见，拜拜。Oh